来是好康的，政府要减税，讲要把108年度每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要的金额调高到175,000元，每年的5月报税就会当来使用，大约有184万户会当享受到这个减税福利。若是税率5%来计算，安尼一户4个人的家庭，每年报税会当省大约800元。买个菜会觉得1000块很快就消失了。那当然，你看我刚刚就买了800块，买莲雾、百香果还有芭乐，哇，这样就800块了。钱真了够无开，刚好都好老百姓小夸较轻松哩。财政部讲无问题，2019年每一人基本生活费用调高到175,000元，比去年加4,000元，估计有184万户用得到，比去年一年增加5万户。比如讲，一家伙4个人基本的生活费用，每一个人调高4,000元，4个人总共16,000元。若是讲你的税率是5%，甲算算的每年报税会使减800元；若是适用税率是12%来算，会使减1920元。是讲若是独生啊，无抚养亲人，安尼就无分啊。家庭受抚养的人数多的话，它越有利哈。我们基本生活乘以用人数来计算的哈，表示一个人是175,000的话，一家四口就是700,000，对。它跟一家三口、两口来比的话，当然会多人多出来了。就是我们统一发票抽中奖一样，200块，金额不高，你高兴不高兴？他很高兴啊。政府赏这个红包虽然真细包，不过时机摆摆啊，无鱼虾嘛好。